返千里浪涛阻我路，钳起一只木船求强渡，所失去必须追讨，所错必须再补。我逝去，我心里落空，谁不知我为人心气傲，不知我自豪胆色高，不因我一次糊涂，不因我闯进歧路，这乾坤我已再做。山边扰乱官兵捉贼，系咪一阵风嘅同党？系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唔系一阵风嘅同党啊。咁你有咩冤情，快啲从实招来。如果唔系，我就大刑伺候。大人啊，小人叫苏心，佢系小女苏眉。小人喺衙门做捕头30多年，一向都尽忠职守嘅。最近因为捉拿一阵风失职，才至被革除職務嘅啫，大人，一陣風三番四次同官府作對，小人食君之龍，擔君之憂，我就算拼我老命，我都捉拿一陣風歸案嘅。大人，小人同一陣風嘅深仇大恨，請大人成全我啦。佢講嘅係咪實情？回禀大人，在此之前，一阵风救过苏眉，而且打伤了官兵。一阵风同苏家关系密切，卑职以为可能互相勾结，朋辈为奸。大胆，你竟然瞒骗本官，看来我不用刑，你不会招供。不好啊，大人，请大人明察，如果我是一阵风的同党，当日截劫受礼之时，我又怎会奋不顾身同他厮杀呢？大人，好，咁我又问你一声，如果你不是他的同党的，你又怎知道一阵风会去那里打劫官保啊？大人，一阵风不是鼠摸狗盗，如非保密，他不是轻易下手的。这次的受礼价值连城，所以他就虎视眈眈啦。而且东郊大路是本院必经之道，飞贼就了如指掌了。大人，请大人开恩，民女愿意将功赎罪。本官都想知道，看看你怎样将功赎罪，快点讲上来给我听下。多
当日民女护驾不周，令大人受惊，请大人恕罪。大人出手相助，令一阵风受伤，我相信他今次一定会法网难逃。民女愿托大人的鸿福，捉拿一阵风归案，以谢大人不杀之恩。你的言之有理，本官就念在苏心忠心耿耿，而苏眉就孝心一片，准你们无罪释放。谢大人。子妃啊，子妃，子妃，你真系咪喺房咯？子妃，子妃啊。唔知去咗边喎？爹啊，不如我哋第日再嚟过啦。好啊，叔姑娘，叔大伯，志飞，你去咗边啊？我出去行下啫嘛，坐啊。叔大伯啊，你哋周围行唔怕官兵拉啊？而家冇事啦，总督大人话我哋捉飞贼有功，卸咗我哋个通缉令咯。咁真系恭喜晒啦。其实我哋冇事都系多得你啫，我都系撞彩嘅啫。苏大伯啊，而家你哋住边度啊？暂时都未有地方住啊。咁啊，不如喺度住住先啦。打搅你唔好意思话。苏大伯，做乜同我客气？今晚咧，我一于去斩料，同你饮翻杯，高兴下。如果有酒饮咧，今晚我杀人饮醉佢。系啦，阿薇啊，不如你过叫周伯母过嚟食餐饭，大家高兴下。好，讲起周伯母，我真系惭愧。九叔临走嘅时候叫我照顾佢，但系为咗一阵风嘅事，我都冇时间去添。好，唔该晒。哎呀，冇事就好咯，我都唔知几担心你哋啊。所以我哋今日咧特登过嚟请你过去食饭，高兴下嘅。系啊，系啊，咁啊应该贺下啦，应该啦。系咧，阿放图有冇消息啊？有啊有啊，呢啱啱啊，朱仔琴日先有封信翻嚟俾我。哎呀，我又唔识睇咯，啱晒啦，苏姑娘啊，你帮我读下。母亲大人祝贺，祝贺咩祝贺？哦，我谂周兄噶想写母亲大人膝下顶啦，可能佢手快写错咗啦。哦，膝下，哦，系啦，咁佢讲乜嘢啊？志别迟颜，朝思暮想，彻夜不能眠。彻夜？咩彻夜啊？我谂佢家想写挂住你，挂到瞓唔着觉啊。哦，唉，咁佢而家生活点啫？佢话份工咧好辛苦，要担要抬，不过学到好多嘢喎。后生仔啊，出去磨练下唔紧要嘅，系咧。咁有冇人照顾佢啊？系，有冇人照顾啊？佢话有好多朋友一齐，大家有个照应。叫周伯母你唔使担心啊。唉，个衰仔啊，有时系几有我心嘅。放图咧，而家真系转咗性啊，乖好多。出去见下世面咧系唔同嘅。如果阿薇有佢咁乖咧，我就安乐啦。苏姑娘先至系又乖又叻啊！系咧，我哋唔讲咁多啦，啊，翻去帮阿子妃煮饭吓，你今晚至紧要过嚟食啊！系啊，你记得过嚟啦，周伯母。咁我多谢晒先啦噃。我哋走啦吓。好，好声行啊！唔使送啦，素贞，你嘅剑法轻灵，稳健未足，火候未够，睇嚟你仲要加紧练习。素贞，你冇事啊嘛？讲到自己武功咁高，咁又俾飞贼走啦。呢个飞贼好狡猾，而且轻功又咁好，对地形又咁熟。所以佢先至走得甩啫。堂堂一个总督大人都俾飞贼走甩，传出去啊，笑死人啦！素贞，你唔好咁笑阿爹啦。冇错，飞贼系俾佢走甩咗，但系佢中咗我个元阴掌，
我睇佢條命唔使超過七日就會毒發七孔流血而死噶啦。爹啊，乜你個元陰掌咁犀利噶？元陰掌只有我獨門解藥先至可以醫，如果冇解藥而亂咁醫，真係死得更快添。爹啊，照你咁樣講法，即是話除咗你啲解藥，其他藥咪救唔到佢？有，仲有三種藥暫時可以救住佢嘅，就係、是、珍珠草、金蛇膽、蜈蚣殼。但係冇用啊！我已經下令全城嘅藥材鋪將呢三味藥全部交曬出嚟。我睇佢唔死都幾難啊！邊個？係我啊！哦，小姐，坐低先。咩事啊？小燕啊，话样嘢俾你知啊。如果喺七日之内，杜子飞冇事咧，就证明佢唔系飞贼一阵风。点解啊？因为飞贼中咗我爹元阴掌，实死咯。真噶？你梗系唔知啦。我爹元阴掌啊，威震武林，如果俾佢打中一掌，就会毒发攻心。喺七日之内啊，仲会吐血不止，到时啊，呼呼爱在了。咁佢咪真系劫数难逃？小燕啊，飞贼系咪同你有亲？你使乜睇咁担心？我话如果个飞贼系杜子飞嘅话，咁佢咪真系要死？哎呀，揾啲碌柚叶冲个凉啊，成个精神晒，唉，希望冲晒啲衰气，以后行翻个好运咯。你自己冲就好啦，又要我冲埋，而家我成浸碌柚味啊！希望苏老爷以后啊，行正好运，恢复翻铺头嘅职位，仲捉埋飞贼添就安乐咯。啊，承你贵言啦。咦，子飞咁耐嘅，你去睇下。好啊，嚟啦，唉，嚟啦，嚟啦。子飞，咩事啊？哎呀，你做咩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过如果唔想办法，子飞就只有等死嘅啫。好啦，我都系搏一搏啦。咁事不宜迟，苏姑娘，苏姑娘，你即刻去药材铺度揾三味药。嗱，你记住，珍珠草、珍珠草、金蛇胆、金蛇胆、蜈蚣壳、蜈蚣壳，你即刻揾翻嚟啦！事不宜迟啊！哇！早晨，早晨，姑娘乜咁早啊？系啊，我赶住买药救人啊！啊好啊好啊，阿公啊，你过嚟啊！啊好啊，姑娘你等一等先啦吓。哦。咩事啊，老板？你即刻去药仓睇下，有冇珍珠草、金蛇胆、蜈蚣壳呢三样嘢买定？如果有咧，即刻送衙门，快啲啊！系，老板啊，我想招呼人购佢姑娘先啊，佢啲药紧住急用噶。呢样嘢紧要啊！如果留下这三味药被总督大人知道，我和你都要杀头的，等我招呼贵姑娘，你快点去吧。哦，我即刻去啊。
事。志飞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要老实答我。咩事？你究竟是不是一阵风？如果不是，你的伤为什么会跟总督大人有关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他没收了医院阴长的药？他真的毒辣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呢？到这个时候，我不怕老实跟你来讲。我不是一阵风了，我见你和苏大伯被官兵追查，逼到走投无路，于是我灵机一触，想到扮飞贼给你们捉我。那你们在总督大人面前，你可以表明清白咯。子非份人呢，真是好的了，扮飞贼咁危险，佢都肯做。佢真系我哋苏家嘅大恩人啊！我一定要谂个办法救佢，我唔可以睇住佢为我哋死。佢中嘅毒咁深，边度有办法啊？九叔又唔喺度，办法就唔系话冇嘅，不过就危险啲。周伯母，有咩办法啊？夜闯官府，入去偷药。大人，药已经全部收晒翻嚟。嗯，得啦，珍珠草。哈，万大哥，系，你哋系咪搜查清楚啊？全个镇都冇呢三味药啦，系咪？系，大人。嗯，为咗预防万一，你哋最好再去搜多一次。我要个飞贼连一线生机都冇，知道吗？是。而家全个镇都冇咗呢三味药，咁飞贼嘅同党为咗救佢，一定会嚟偷药。你哋要看紧啲药，冇秦大人同我个命令，任何人都唔准嚟攞药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出翻去。万大哥。嗯。计我话，不如将呢药一把火全部合埋烧晒佢，咁咪唔怕人偷药啦。唉，咁点得咧？呢啲系药材嚟噶嘛，如果就咁烧咗佢，未免可惜啲。嗱，我哋只要再等多七日，到时飞贼毒发身亡之后，咁我哋咪可以将啲药卖咗佢咯。伯母，呢度地方咁大，啲药唔知收埋去边啦。睇嚟要想快啲捉个人嚟问下至得。嗱嚟，皇天在上，小女子孟小燕诚心祷告，杜公子身受重伤。杜公子，望天庇佑，佢能够安然无恙，如能如愿，小女子自当金珠还神，以答谢神恩。又似你，你虾我盲啊！啲香插落我头度。俾啲厲害你睇下，你點識佢？我曾經求過佢嘅義父五座九醫我隻眼，所以咪識嘅咯。你對眼點啊？我對眼
我的眼是看不到东西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不怪得知刚才我还怪错了你。这位姑娘，我不怕坦白跟你说，我们是子非的朋友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些药收在哪里？就算你们知道都不能够落手的，那里守卫森严，如果没有大人的命令，你们是拿不到的。就算是龙潭虎穴我都不怕，如果不是子非一定没命。姑娘，你帮下我们，除非我们小姐去拿，那就有些希望的。不过我们小姐不轻易帮人的。有了，今天见到那个是一个江湖郎中来的，他说有办法可以医好我们的眼的，还定九叔都未回来，我给他医下都冇乜大碍啊，可咁又系。小燕啊，不如你俾张药方我睇下，我冇拎翻嚟啊。究竟系咩药材咁紧要噶？连买都买唔到嘅。我记得嗰啲药名啦，系珍珠草、金蛇胆，仲有蜈蚣壳啊。他们说那些药是不是被大人买了？那小燕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些药材是用来……我知道这三味药是可以医元阴掌的嘛。小姐啊，不过我也是想医好我对眼啫，我没有其他目的的。小姐，如果我能够医好我对眼，今生今世做牛做马我都是甘心情愿的。你又不用这样说。好了，我试试帮阿爹讲下。多谢小姐。子非有得救啦！咪咁开心住，我都未应承。你哋系边个？小姐，你连我都呃！小姐，我唔系有心嘅。徐小姐，呢位姑娘都是为了做好事啫。杜子非中了你阿爹的元阴掌，如果不及时医你，我恐怕佢会难逃一死。杜子非是飞贼，呢种人简直死有余辜。苏姑娘，冇谓同佢讲咁多啦，有佢喺我哋手度，唔怕佢哋唔交啲药出嚟。而家押佢出去换药啦。唔好啊，唔好，你哋唔好啊！你哋以为咁样做？可以要挟我爹，简直发梦！我唔信秦平恶睇啲药仲紧要过个女条命，系啦！一百亩，如果我哋咁做，一定会连累嗰位姑娘嘅。谅你哋都唔敢啊！秦小姐，我唔怕将实情话俾你听，杜子非根本唔系一阵风。因为官府曾经怀疑我爹跟一阵风勾结，但是子非为了帮我们，他特意扮一阵风给我们捉，等在总督大人面前等我们表示清白。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
當然是真的。如果我們是同黨的，當日我們就不會捉他了。小姐，你平時這麼喜歡惜行合仗義的人，杜子飛他是一個好人來的。你又知道杜子飛是九叔的兒子，如果我們救了他，他一定會醫回好我們眼的。小姐，你當作好心，你幫我拿藥吧，我求下你，我求下你啊。小姐，万海，乜系你啊？小姐，乜你嚟攞药咩？有冇大人嘅手令啊？乜我都要大人嘅手令嘅咩？真系对唔住，呢啲系大人嘅命令，在下只系奉命行事嘅啫。万海，我老实同你讲，如果你想医翻好你个妹对眼嘅话，就唔应该阻止我。点解？因为呢啲药系用嚟医小燕对眼。小燕，如果你唔信嘅话，你即管去问下佢啊。喂，小姐，真系对唔住。因为呢件事事关重要，如果大人怪罪落嚟，在下担当唔起嘅。咁唔通我拎啲药去医小燕对眼都唔得咯？药你可以拎走，不过最好你同我写翻个字。如果唔系，大人怪罪落嚟，我担当唔起嘅。如果我唔写，咁又点啊？如果大小姐你唔写嘅，咁万海就得罪晒。我都唔明点解，但系由佢脉象嚟睇，好似已经剧毒攻心。睇佢个样子，已经唔过得到今晚黑噶啦。哎呀，咁点算啊？紧要，但系我有两件事始终都唔可以放心。第一，喺我临死之前，我见唔到二父同我师父。苏姑娘，唔该你嚟见到佢哋，你同佢哋讲。你话自卑不堪，唔可以侍奉佢哋。放心，我会同你讲。仲有，喺雷海天上京之前，我应承过佢哋，我话要照顾佢娘亲，但。我怕我做唔到，我会帮你。多谢。
子飞，你点啊？子飞，你点啊？子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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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佢冇乜事啊，苏姑娘，呢啲就系凤凰草，元阴掌嘅毒性系至阴至阴，凤凰草嘅药性咧就系至阳至刚，有相克作用。天下之间只有凤凰草可以克制元阴掌嘅毒，你快啲去准备一个大木桶，我煮咗啲药，等佢浸喺个木桶入边。六个时辰就可以驱散佢体内嘅剧毒。阿薇啊，咁你快啲去煲水啦。九叔，周老婆，呢几日辛苦晒你啦。有你喺度，我就放心啦。你翻去唞下。啊，辛苦你。唔好咁讲，你哋都要唞下啦。好好好，咁就安心。素贞，你系咪去过储药室攞过嗰几味药？系。你攞啲药做乜嘢？用嚟帮小燕医眼咯。医眼？你知唔知呢啲药唔系我嚟医眼，系我嚟解寒毒噶。你攞咗啲药去边度？快啲讲！加快事啊！爹，大人，请息怒。人名啊！鬼孙，鬼！大人，若果你要怪嘅，就怪在下管教无方。嗰啲药系小燕攞咗去。胡威孟海，你哋起身至讲啦。系。孟小燕，你攞咗啲药交俾边个？快啲同大人讲。我攞咗嗰啲药俾咗杜子飞个朋友啊！杜子飞，莫非中咗我元阴掌嘅人就系杜子飞？爹啊，你唔好误会佢，鬼翻呢度！而家先至讲，杜子飞佢唔系一阵风嚟噶，佢只不过。想帮苏心两父女洗脱罪名，所以假扮一阵风俾你见到啫嘛。素贞，呢番说话边个同你讲噶？苏姑娘咯，爹啊，其实杜子飞都系为朋友啫嘛，佢咁正义，你都应该帮下佢啊。素贞，你俾人呃咗啦。杜子飞，我同佢交过手。佢个武功系呃我唔到嘅。嗰日佢打劫搬宝嗰个，的而且确就系留香一阵风，而即系话留香一阵风就系杜子飞。唔通苏姑娘呃我？唉，素贞，你以为攞咗我几味药俾杜子飞就可以救得到佢啦咩？其实你反为累咗佢。冇错，呢几味药系可以医治我嘅元阴掌，但系只能够治标，不能够治本。当药气一旦过去嘅时候，嗰阵时元阴掌嘅寒气再次复发，仲更加剧烈，反为令到个寒毒攻心，响一个时辰之内必死无疑。
大人，小燕知法犯法，在下不敢再向你求情，请将小燕治罪，以儆效尤。嗯，你将小燕关在房里头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小燕，还不快点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。收口！你快点入房闭门思过，乌鸦盲开，再大班人去捉杜子飞。是。水行啊！好，嚟嚟，等我啦，等我嚟斩柴吓。算啦，做咩？哦，有啲官兵嚟捉子飞我，仲争一个时辰，子飞身上个毒就可以驱散出嚟噶啦。肯我去？哎，心叔，全凭我嘅元阴掌好犀利，都系等我去。如果我拖到多一个时辰，佢就会冇事啦。你入去睇住佢先。杜子飞就是留去一阵风，我哋奉命嚟守护嘅，希望你唔好阻住我哋。你知唔知你擅入民居，有冇首领啊？老作狗，你最好就唔好阻差办公。冇错，我哋奉秦大人嘅命嚟捉人，咁要首领？冇首领就唔守得，除非秦平伯自己嚟啦。魏俊，我而家嚟咗啦，料到你会嚟噶啦，咁我可以入得去咧？咁就睇我肯唔肯啦。我都知道我今晚如果唔亲自喐手嘅，都几难入得去噶啦。秦平岳，如果你今晚能够赢得过一招半式嘅，我就俾你入去；如果你输咗嘅，即刻走！哼，你哋翻出去。系系系，走走，好，好，好。你今晚所讲嘅嘢，我一定会成全你嘅。告辞啦！哎呀，流晒啲凤凰草水，真系医唔到佢嘅啫。差一个字，唔通真系天意？志飞，起
隻木船求強渡，所失去必須追討，所錯必須再補。我逝春，我心裏。